这咋还成套的？你猜，我不给你打开一看，开不了。谢意。谁的呀？你大儿不管那严吗？我打开先瞅瞅。你瞅瞅看啥呀？质量还挺好的呢，你说，挺细粉的。嗯，我还挑质量好的买的。给一年行了。他穿的咱们都穿不了啊，瘦啊。那不，这球啊，还挺好的。嗯，这质量还真挺好的啊。这能干啥呀？有点不能大，不能。这几年胖了。嗯。搁着吧，王老板一条李子呢，咱们做一条过年能做的菜吧，年夜饭吧，糖醋鲤鱼吃，整个糖醋鲤鱼吃。嗯，那是不是甜酸儿？嗯的，能这点就行，这是河流子，这是红河呢哈，这是红河。谁要结婚能当扁侠呀？当扁侠，你要找不着那扁侠，可就使这个了。嗯，这鱼不小。这咔咔的，你继续研究。张丹娜，来过来整了吧。小酥肉粉，它的水调个糊，和成这样就行。酸奶状，生油。五六成这下锅炸，做个形先别动。锅炸一会儿炸透了。哎呀！我就舍得点油，糖醋汁儿，你一条连汤都不用搁的。好了，挺好看的，舍不得下手啊，就吃呗，在这儿这又多的又嗯，真好，特红切黄的，嗯，这味道好，酸酸甜甜的，这炸透了，咱俩多吃啊、哦嗯、挺好，女士菜呢、嗯，咱就不行吃，就咱俩吃。还为什么下饭？啊、哦，这菜饭下饭呢。观众，我的粑粑。哈这粑好，嫩嫩不了，你让我嫩了。关键吃，嗯，吃吗？吃大块的吗？吃的大块的，嗯，烤好的皮儿。我炸稀酥，嗯，我菜都能吃到，菜都炸酥了，嗯，这鱼背肉多呀，哎，小王赶紧，快，嗯呐，拿着都吃。
七十五。一咬细酥成香吗？嗯呐，别再给它炸透了，咱得慢火炸，时间长点，焦芒不行。这鱼尾巴这一点没碎啊？嗯呐，炸的好吗？还是少一火。那我炸一些吧，来回整。问题。嗯。